卡住了吗？这不是一个打蛋器成精吗？哇，这打蛋器啊，打蛋器冲过来了！这明显是一个打蛋器成精啊！哎，旁边什么？我这哦，你旁边还有一个独眼外星怪物。哇，好多怪啊，好多怪！哇，这还有一个大嘴怪。哇，蜘蛛八只。我瞧，这下面这么多种怪物吗？我靠，什么声音？干什么？我操，什么东西？救命！我问啥事情？我知道他这个后拍的功能是干嘛用的了，是你逃跑的时候用的。哪里有怪？就在这个下面，一个昆虫人。看到了。那下去，就你逃跑的时候，你摁 R， 这样的话，你可以边逃边拍摄，你懂吧？是这个意思。身临其境啊！我跟你讲，上面什么上面？怎么了？我操！那个昆虫人刚跟那个跟那谁的那个黄色笑脸后面啊？他瞬移吗？没有消失了。没有没有，他不会瞬移，他是奔跑追击的。喂，不对，突然一个什么声音？哇，怎么又是你啊，打蛋机？先陪他玩玩吧，我们先拿一点保底的钱。虽然我们见打蛋机已经司空寻常了，但是等一下，什么东西？后面东西，我操！昆虫人，完了，昆虫！啊，昆虫打我！昆虫打我！这不是昆虫人，这是个啥？哎，昆虫怎么不见了？哎，怎么都不见了？哎，怎么不见了？昆虫人会消失的。那个打蛋机呢？打蛋机也消失了。啊？不对，你们刚遇的昆虫人不是我遇的那昆虫人，我遇的昆虫人是长得跟鼠妇一样的。怪，怪小石，这里面有一个，这里面有一个。我要进去看一眼。不见了。我快没血了，你们说，哎，看到了。哦，打蛋机，这里面打蛋机，不走这儿了，走另外一边。打蛋机已经拍太多了，我要去拍点不一样的。你碰一下看看呢？你碰一下。啊。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哎，我摄像机怎么掉了？摄像机怎么掉？难道是昆虫人？你再碰一下。我死了。啊！哦，可以用这个来杀怪，是不是？啊、对吧？走吧。拿我们可以牺牲品。那个打蛋机呢？你过来，打蛋机呢？打蛋机不见了！我操，什么东西？我被拿了，被吊走了！我靠，这个天花板上有个怪！快拍！我再拍了，再拍了！吓我一跳！啊！我要死了！我被吃进去了！上下！哦，一直没有给你捅进去是吧？啊！我死了！哎，快拿我手电筒，快走！拿我手电筒！我来接！我都不敢走过去。我来接。快走了，好了，没胶卷了，走，快，撤，行，这波拍了三个怪物，还可以，你们的死亡是值得的，至少能卖2000块，我跟你说。哦，对，反正拍局无所谓，反正拍局又不要钱，是的，没钱，至少能换2000个播放。哎，后面打蛋机上来了，哎，但他卡住了，跟障碍。哇，他刚才直接一个跳跃跳上来的啊。这么恐怖的吗？这个时候可千万别遇怪啊，因为遇了怪我也拍不了它，没电了，没胶卷了。骨头就不拿了，骨头应该是卖不了钱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地上有骨头啊，那是被他那个墙上怪吃了。哦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是这样。让我想起来那个半条命中有一个怪叫啥来着，有点忘记。回家，赶紧走。看看能卖多少钱啊？你们俩的医院账单0块钱，好，因为没有钱扣吧，应该是。果然是非常值钱的同伴啊！快提取完。他是上传视频，然后得到播放量，然后给你广告费嘛，就跟 UP 主的形式是一样的。
游戏还有一个看点就是看视频。这个是我一开始遇到的那个昆虫人，是不是跟你们遇到的不一样？哎，你看，是的。哎，他没追上来啊，可惜了。哎，这是打蛋机。哇，太有感觉了。确实，就是这个打蛋机写的太蠢了。他连剪辑都帮你做好了，你发现了吧？他就把高能的地方给你留着。啊、哦，这是那个激光。对，这也算高能。对，激光也算了。啊，然后是你被吸走。他是有怪物就算高能，然后有人死应该也算高能。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尽可能的遇到怪和尽可能让你们仨都死了。那之前拍的骨头也算是高能一种哦。对，狗也骨头也算。多少钱？哇，不错，1400，还没到1500啊，赚了200块钱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走。这游戏只能4人连嘛？对的，因为它只有4张床，它每天过掉的话都需要4个人全部睡觉才可以那个的，所以你想更多人的话还挺麻烦的。相机你们来拿吧，这次我拿手电筒，我有手电筒。这次换一个人拿摄像头，还是要买那个拥抱，100块钱。这个东西不知道有什么用啊，买买看吧。应该就是那个拍电影之前那个咖，但是在游戏里面有什么作用呢？问题是怎么用来的？如果你现实也要死人的话，有的时候义不也正常？摄像机是右键举起来，然后左键拍。这什么？拍了的情况下，你不摁着右键也可以。哦，果然是那个咖。咔嚓，我们开始了。哦，好像就只是一个增加你节目效果的东西，就是你遇到怪了，先过去咔一下。等下去再卡一下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卡一下，能让剪辑的更准确一点。哎，也有可能哦，他可能用这个卡让某一段这个画面一定会出现在你的视频里面，是不是？有可能。走走走，地图还没变呢，还是尽可能走正门。正门有怪，有怪，旁边，右边，看到没有？哇，来了，又是一个逃跑头，可以。你要边拍摄边躲怪啊！打蛋机，拍两下就走啊，反正也没什么。前面有什么东西？前面有什么东西？后面。哦，这不是那个老妇人吗？那个老去。老去。哦，他直接拿刀捅人的。还捅我？这游戏里面是可以那个的，可以那个，跳到高处的。他走啊。有没有掉血的？我给他抱一抱。拍到了吗？拍到了。好。那走，我们继续下去。我开灯了，就是拍到了。有没有掉血的？跟这个打蛋机稍微玩一会儿，它会消失的。不要碰瓷啊！哎，我操！我操！谁卡了我一下？刚刚在旁边。我需要抱抱，我需要抱抱。来抱抱。爽，再抱我一下，再抱，不要停，快抱我，狠狠的抱。谁拿了那个用力那个卡板呢？他呀。哦，爽，我拿了卡板，咔叽。他这个地图好像是固定的呀，我感觉好像。有个骷髅。是不是？我记得我上次来的时候，这个地方也是有个这个，然后有这个，只不过当时这边有个激光，然后这上面有个怪。我操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什么东西？出发一下，小心点，小心！后面有个那个，是机子，这个机子，有点像那个铁柱子。来，这个黄脸的是谁？我。好，那个卡板的，我来给你卡一下，来。黄脸的准备。3、2、1，卡！没东西啊。我帮你摁一下。摁一下。不行，出来吧。这个不会只是一个装饰品吧？啊，出来！哎，还是说要把这个东西扔进去？这就好像就是个装饰品，这不是个怪啊，好像。
不是，他刚刚不在这个地方的，我看他顺路过。他刚刚是闭着的，他刚刚是闭着，然后在边上的。哦、算走了走了，没走吧走吧走走走，没控制好那个拍摄时长，才会咬你。去拍点。他来了。什么？他来了？我看他，他就不靠近。哦，幺七三是吧？又是个幺七三。要不他们那个是脸是吧？对，他上面有个脸。不管他，但是要注意的，他可能跟那个弹簧头的是吧？那我知道了，你用那个 R 键背对他拍摄，其他人不看他，不看他，你不看他他会动。玩呀！那边上有个怪，他看到我了，他来了。什么怪？看来。哎呦我操！哎，哎，怎么动？等一下。哦，我看到了。哎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我操！炸弹！扔榴弹的！炸弹的！狂鼠！狂快跑！我的妈！狂鼠！我操！吓我一跳！狂鼠！哎，他还活着吗？狂鼠！哎，他爆了，他自爆了！这他妈就炸死我一个！我吐了！你死啊！我死了呀！我操！我还拿这个东西。他吃两发炸就会死。建议电煤吗？电煤走吧。再派一个怪吧，再派一个怪，你们的氧气差不多了。还有10%几。爆我架，谁来爆我架？我掉血了。来来来，我来爆你。爆我架。谁看一下他？我爆你应该也可以看。哦。哎，我也回血。啊？哎，范围回血啊？范围回血。哦，那可以。那走吧。走。还是谁来送一下？谁来送一下这个？什么声音？你们后面有来了，老区。老区来了，走了把你的拍摄的那个东西用光，把你拍摄的东西用光在他身上。老区来喽！你最好想办法让他追你，这样的话你逃跑可以有那个节目效果。用完了，用完了，跑了。啊，走，快走。还记得出去的路吗？还记得，就是这里后面。走。他喵的！怪物还会丢他们榴弹了，我真是没想到啊！对，这里，走，这里，我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啊，对，走啊，走，咱们走。啊，对，是的，刚刚我们应该留一个人在那个里面，然后其他人不看，看他会不会直接被吃掉。是这样。应该把那带摄像头的人放在里面，然后 N R 开自拍，然后把留在里面，其他人不看。对呀、啊，然后吃完看吃完饭的时候，你再把摄像头捡回来不就完了？也对。什么叫第一手的被怪吞噬的资料啊？啊！完了！我操！我被吃了！完了，我死了！再见！啊！走！我只有1分20秒了，有没有人可以救我？什么意思 ？I99。一共只有3条命。如果你不填呢？不填什么意思？啊！完了，掉了一颗星。什么掉了一颗星？啊！又掉了一颗星！什么掉了一颗星？什么东西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他要输数字，输那个数字。帮我！弹簧头来了！不要管我了！那个打蛋机来了！机来了吗？把他那个东西捡走，把东西捡走，然后赶紧回船。哎，打！捡到了，快走！帮我看着后面。他已经杀过了，应该不会。走！我走吧，走。他没动。OK， 我看着，你走。他有一个倒计时，我知道了，他是那个要填字的，填字游戏。就你把他答题答对了，你就可以不用死。对，他一共是有1分半，然后有3条命，就是只能错3次。对，限时输入要填字的，我当时没填好。啊，等等，哦，从这里还有回电呢。啊？哪里回电？哦，哦好。没用完可以回电，但是死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想起了帕鲁可能放电了。疯狂捅人！哎，这段拍的挺好啊。哦，他这个其实是有脚步声的。哦，有没有可能我们开这游戏里面的那个游戏语音，他会把我们的话也录下来啊？有可能吧？我们现在用的是 YY 啊。这个也算。啊，这。可以。这个也算。应该就是你咔一下的话，他就会把你这个画面记下来。对，还有或者是你们有互动的话，对，他一开始是这样子的，他一开始是这个样子，过了一会儿他就变成这样。
局看一下。一场献祭活动没有成功。主要是我们都看着那个了，他这个应该是要后置的。对，一场失败的献祭。来不及回头了。不是，狂鼠来了。我也不知道是哪个。拍到狂鼠了吗？啊，狂鼠没拍到，拍到我的尸体了是吧？给你搞个特写呀。然后耶、yeah. 又开刀人了。哎，有声音。多少钱？200块，1300。你像我们拍的最多的是那个打弹器的怪物，但是越到后面肯定观众越不喜欢看，因为看腻了。肯定是要找那个新怪的，比方说我们那个第一次去的时候那个独眼外星怪物，那个拍起来肯定播放量爆炸。但是要一个人单走啊。对，有可能是要单走头。What the fuck? What the fuck? What the fuck? 我们刚下去是什么？这不就是那个独眼怪吗？你们谁下去？红光就是独眼怪。而且还有个蝎子，看见没？谁上去送一下？又看不见。那还有个蝎子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你们先过来，你们先过来，你们先过来。然后我回完体力，我去咔一下，然后你们拍摄，我来跑。哎，这好像不是独眼怪，这啥玩意儿？巨人。他不会，他看见我了，他看见我了。我给你们咔一下，开始拍摄，开始拍摄。我的妈！快跑！快跑！机枪！真就机器人呗。机器人，我能把它拆吗？机器狗。我。星球大战现场，我跟你说。你不会拿着那个奶的那个抱抱吧？啊，拿。你拿了，你死了，我们怎么办？快回来，快回来，快回来！哎，走了，他没看了，快。他走了，他走了。给你抱一下，不对，抱不了，回不了自己。可以了，给别人。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集体奶一口，快快快快！回来，回来，回到你们俩。什么玩意？打机器人是吧？我操，打机器人是这么牛逼的！快快进来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！没事了，奶我！快抱，快抱！哎，你们俩怎么缠在一起了？好，爽，走！你要血吗？我来看一下。我还没回，我还没满，还没满。哦。哎，我操，我也没满了。OK。他不会堵着我们出点射击我们吧？哎呦，应该不会吧？疯狂给予回血，好爽！拍了！好，咔！走！咔！打！我要死了！我操！我直接被射死了！我操！为了演艺事业付出了一切！啊！快走！我被打死了！他不会走上来吧？我操！他上来了！关门呀！我走，回家，快回家！你按那个红按钮，快点！给他开门！他要走了，给他开门！你小子还在那拍的？已经上浮了。你给他开，已经上浮了。啊！快点！哦，这样是不掉血的，够近的话打不到你。对呀、啊，你要让我一下就行。太合理了！哎，不对，你是无敌了吧？啊！我惨死！啊，你被卡住了是吧？但是我们已经回来了呀，怎么说呢？这算不算的？我不知道。你已经摁了上浮了是吧？我摁了，所以说他记、还是记的。我摁了，所以我打不开门。不是谁不关门，我操！世界忘记了你们。